石家庄溧阳生物交易市场，今天是8月18号啊，又到了一车马，客马开始卸车，里边有马厩啊，200多斤的，还有肥老客马，先走。哦，马厩的这个漂亮，黑色的漂亮。小马厩的200来斤的比较多一点，这车马一共是26匹，安全进圈了啊。分分卷，来，100万扣了，大的小的，咱分一下啊。快！100万扣了，出去的还想回来，卷里的不想出去，又回来了，又来了一个帮忙的老板，帮着分卷，大的赶出来，小的留下，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活。我也赶大的，小的也往外跑。三个卷，两个老板吧，我们溧阳市场的业务经理在的啊，给他帮忙接着点，把小的接回来，把大的都赶出来了。剩下12个小马驹子啊，大的赶到其他的圈里边去。再过四，再过十。好，14匹，多少钱一斤呢？12块1加500。啊，好，12块1啊，再加500块钱，先过四个去。厉害啊，下车还没半小时呢，卖了。4匹肥老客马过好秤了，接着往上赶。这是10匹啊，暂时过个秤，一共是14匹。早上那会儿到的，14匹肥老客马全部卖了。新型的成交方式。啊，你说一下。马就是7.5换2岁的一斤。马驹子7.5换2岁的一斤啊。啊，这是换的那匹马。这是一个2岁。不用了，换了，因为他们已经换了。这是个7码。啊，1斤换7.5。啊，看这个马有多少斤啊？206公斤。112斤。啊，这个2岁马，先绑到这个地方去挑小马驹儿。邯郸的一个客户啊，就是拿自己的2岁马换今天早上到的小马驹儿。啊，看看这一批了，把这一批赶出来。这两匹上车啊，这两匹小白马挺好看，过个秤去看有多少斤啊。这两匹一共500斤啊，把这两匹白色的马赶到邯郸老板的马车上面去。2岁马是412斤，两匹白马是500斤啊，最后2岁马和小马就是309斤。邯郸老板再给我们溧阳市场的这个老板再给2860块钱啊，就成交了。这真是货换货两头乐呀。